捞沉香。在印度西部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在沼泽地带捞取一种稀有名贵的香料沉香。哈哈，又找到一块。就这么捞啊捞啊，好不容易才攒够了一车的沉香，卖沉香喽！集市上去卖沉香，上等的香料沉香啊！那么多沉香，如果卖掉这一车，那换来的卢比肯定够我一年的花费了。那你辛苦也就没有白费。快来买，快来买喽！喂，那个，快来买沉香啊！名贵的香料沉香啊！名贵的香料沉香啊！你的沉香怎么卖啊？这块算100个卢比吧。啊，100个卢比，这么贵，谁会来买你的东西啊？一整天，这个年轻人的沉香一块儿也没有卖掉，而旁边的那个人却卖掉了好几车的木炭。这么多人买木炭，不如我把这些沉香烧成木炭，还容易卖些。买最便宜的木炭喽！哎哎哎，小伙子，你这木炭怎么卖啊？哟，这么贵呀！再便宜点啊，再便宜点。这小子可真够傻的。沉香烧成木炭来卖，一下就卖个精光，可是只换了那么一点钱啊。今天你卖得怎么样啊？哎，我把沉香烧成木炭卖了，结果只换了这么一点卢比。你把珍贵的沉香变成普通的木炭来卖，这么没有耐心，不能好好的等待机会，只顾眼前的小利，真是划不来呀。
有道理，都怪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辛苦工作换来的只有这些了。金得一番寒彻骨，迎来梅花扑鼻香。水